你说这么正经事啊？几点不来啊？应该到了吧？哎，来敲了，来敲了，主席回来了，主席回来了，主席回来了。主席，快来快来！主席，您没事吧？主席，没事。大家不要紧张，我这不是安全的回来了吗？主席，这是国民党的阴谋暗杀呀！重庆的情况比较复杂，在事情没有调查清楚之前，不要轻易下结论。总裁，嗯，张执忠突然来了，他说有紧急情况要向您汇报，请他进来吧。是。张部长，请。好。嗯。文白啊，什么事啊？校长，发生了一件意外事件。什么事？中共八路军办事处秘书李少石，在送柳阿子到沙坪坝南开中学住处后，在返回的途中被不明人员枪击，送到医院抢救无效死了。死了？死了。什么人干的？正在调查。不会是雨农的人干的吧？赶紧给我接雨农电话。喂，雨农吗？我是张执忠，总裁跟你讲话。雨农，校长，李少石的事情怎么回事啊？李少石，李少石什么事啊？八路军办事处的秘书李少石刚才被人打死了，是不是你做的？我不知道。不知道？我跟你说过多少次，没有我的命令，不能擅自行动。校长，李少石的事情绝对不是我安排的。真的吗？啊，那你赶紧把事情调查清楚，立刻汇报我。是。校长，雨农不知道，好像他没有跟我撒谎。那会是谁干的？枪杀一个中共的普通的工作人员有什么意义？只要不是雨农做的就好办，事情很快就会查清楚。不会是中统的人干的吧？这个李少石有什么背景吗？据说是廖仲恺的女婿。那就有点麻烦了。你去接吧。喂，我是张执忠。请问江总裁在吗？总裁正在休息，我替他接电话。我们想问问那个李少石的事情是怎么回事。我们正在调查，等详细调查清楚后，我们会向贵国通报的。再见。喂，我是张执忠。告诉我，你告诉我，这到底是怎么回事？真的不是我，暗杀中共一个普通工作人员，这简直是蠢猪做的事啊！局长，这事儿肯定不是我们的人干的，会不会是中统那边的人做的？你们进去，一切行动听我的。啊，是是，走。跟我去局里。局长，您不睡觉了？睡什么睡啊？校长让我连夜查清。校长，刚才是美国大使馆、英国大使馆和苏联大使馆来电话，询问李少石的事件是怎么回事。苏联大使馆的口气非常强硬。知道了。我是戴雨农，局长，已经查清楚了。
查清楚了，怎么回事？啊，是这样，我们的士兵在执行勤务，中共的司机行车驶过，一个士兵被撞倒了，司机没有停车，我方的一个班长就朝车后开了一枪，子弹呢打入李少石的肺部，导致身亡。你们先回去吧，我一个人向校长汇报。是是。哎，王龙，怎么还不休息啊？主席啊，你是真应该休息了呀。大家不要都这么耗着，明天我们还要工作呢。俺不困，再说一会儿有人替俺，您真该休息了。李少石没有出事之前，我还有一定的危险，已经出了事反而是安全的。主席啊，为什么呀？我只是一个判断，重庆现在很多人睡不着觉，都在关注这件事，谈判明天就要签署协议，这时候出了这种事，大家担心的首先是协议还能不能正常的签署。哦，是这样啊。如果是有人故意破坏，他们已经达到目的，如果不是有人故意破坏，我们现在最主要的任务就是要查明真相。去睡吧。去睡吧。是是。姚方兄啊，任直兄，你那儿有什么新消息吗？国民党调查出来的结果是误伤。误伤？误伤。嗯。怎么会是误伤啊？这早不误伤，晚不误伤，偏偏在这个时候误伤。这恐怕是蒋介石故意安排的呀，目的啊，是为了威吓毛泽东。嗯，有这个可能吧。蒋总裁对赫尔利保证过毛泽东的安全，他不会对毛泽东怎么样，所以对毛泽东手下的工作人员下手了。那个李少石可长得有点像周恩来啊，他们是不是想暗杀周公啊？有这种可能。这件事情啊，我们民盟不可能坐视不管，我们要尽快地联络一下中间党派的那些人士，让他们到这儿来共同啊商量，听听他们的意见，然后发表出共同声明。主席啊，恩来回来了。回来了。情况怎么样？调查清楚了。我们调查的结果和国民党方面调查的结果基本一致。到底是怎么回事？哦，是国民党驻军里的一个兵痞干的，我们的车不小心撞了他的士兵，他随后就开了枪，不过他们并不知道车内坐着什么人，属于偶发事件。恩来，你又辛苦了一晚上，先休息吧。我不累，事情搞清楚了我就放心了。我们想和国民党方面一起开一个记者招待会，把事情说清楚。对，应该这样。我们共产党人在任何情况下都要实事求是。有人说，这件事情不能就这么完了，毕竟是我们的人被枪击身亡。现在，重庆的很多民众都很激愤，蒋介石方面很被动。我也想到了这个情况。我们的朋友说，可以借这个事件，是不是压蒋介石，做出更多的让步？我们不靠这些，实事求是的解决是最有力量的。我们来这里是为了和平，是为了让老百姓过上安定的生活。这个时候，不能忘了这个任务啊！少石同志的家属要好好安慰一下，
给少时同志开一个隆重的追悼会，要把对少时同志的悼念化为力量，化为和平的力量。主席，你就放心吧。对国民党的伤兵，既然是我们撞伤的，我们也要慰问一下，医疗费用由我们负担。好的。第二天，中共第十八集团军办事处处长钱之光与国民党宪兵司令张震一起举办了记者招待会，宣布了李少时事件是一个偶然事件。文白兄啊，你这次桂园可帮了我们大忙啊。应该的。文白兄啊，协议就要签署了，你为和平做出了很大的贡献，谢谢。本来啊，还是你理解我呀。我们两个人啊，各在不同的阵营，但是我们都在想着是国家的富强，民族的崛起，可这都有赖于和平的实现。好，文白兄，来，还有什么事吗？文白兄啊，还有一件事情我想请求你的帮助。安来兄，但说无妨。毛主席就要回延安了，途中怕有什么变数，我考虑再三，想请你啊亲自护送他回延安。安来，我明白你的意思，放心吧。10月9日中午，毛泽东应蒋介石之约到蒋介石居住的林园赴宴。这次李少时的事件已经完全搞清楚了，在此我要感谢你们的配合。我们共产党人从来是不说假话的。事情出了以后，外界议论纷纷，我们搞清楚此事对大局有利嘛。为此我要敬你。应该是我敬委员长。不必客气，你是委员长，我敬你。恩来先生，这几天谈判你辛苦啊。我们都一样，不过你们比我们还要辛苦。这个协议啊真是不容易啊。尽管我对这个条约还不是很满意，但是也是有赖于双方谈判代表共同的努力啊。润之啊，我们两个是不是一起敬一下我们双方谈判的代表啊？好啊。各位辛苦了。谢谢谢谢委员长。谢谢委员长。谢谢委员长。毛先生啊。谢谢毛先生。润之啊，明天就要签署协议了，我建议你放弃原来的观念，我们两家成为一家，有何不好呢？两家成为一家当然是好事啊，全国民众盼望的就是团结和平。那你就放弃你的武装，放弃武装割据的观念，中国的事情就是我们两个党的事，说白了就是我们两个人的事，只要我们两个人谈好了，没有什么事情做不成啊。中国的事情还是要靠民众，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唯有德者居之，我们两个还是要顺应民众的要求。哼，你这话当然也没有错。蒋委员长，我们一直在等待着国民党放弃一党专制，实行民主政治，到那个时候，蒋委员长念念不忘的所有问题也都迎刃而解。民主政治当然是要搞的。希望蒋委员长不要忘记今天说过的话。我当然不会忘记。
但也不可能一下子就实行，总要有个过程吧。就目前关于军队、关于解放区的问题，政府已经做了最大的让步，不可能再让了。润之啊，这已经是我的底线了。蒋委员长，你这是开了一张空头支票，却要我们立刻兑现，这恐怕不太公平吧。听你这口气，你是不同意喽？哼，那你只好回去带军队来打我喽。我们呢是不愿意打的，但是如果你要发动内战的话，我们共产党人也不会束手就擒的。他与我的谈话公然地挑战起来，他以为只有共产主义才是中国的救世主。轻狂之人不必理会他。不可思议。蒋介石这个人肯定不会真正实行民主。明天即使签署了协议，今后要走的路还很长啊。不过有一个协议总比没有要好。10月10日，国民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在桂园签订。哎呀，文白兄你好。赖兄你好。你好。哎，周先生。周先生你好。哎，岳军兄没有来。哦，岳军今天有一件紧急的公务要处理，去外地了。签协议这么大的事，他不来不合适吧？他的字呀，回来补签也是一样的。也好，好，里面请。哎，好，好，好，谢谢，请，请，请。啊，请各位代表合张影吧。好。好啊，好，好，好。哎，不能进，不能进。先生辛苦了。毛先生，此次能够谈判成功还是有赖于您能够从延安来到重庆的。不，有赖于我们大家共同的努力啊。是啊。蒋委员长到。校长。啊，委员长全签了，请帮忙。好，签了就好嘛。任之啊，我们大家到外面合个影，纪念一下。好啊，行。
知道了吗？你指的是什么？还用我说吗？哼，人人都知道的事，我怎么会不知道？想不到，他还真让毛泽东签了一份协议。你看他是不是老了，糊涂了？他再老，还有你老啊？你都不糊涂，他怎么能糊涂？那他是为什么呢？先生，我们就不要妄议了。蒋先生有蒋先生的想法。他的想法呀，怕是又要落空喽。哎，陈部长，国共谈判今天签署协议了。没想到啊，真能签署协议。陈部长，我们以后是不是真的和平了？谈判是谈判，打仗是打仗，我们听总裁的。是。啊，对了，润之啊，为了防止意外，今天晚上你还是在我的陵园里住吧。哈哈，你来时我把你接到了陵园，走也从我的陵园走，这也算我的待客之道吗？啊，我们再商量一下吧。不要商量了，我知道润之喜欢吃中餐，喜欢吃辣椒，我让他们都准备上。感谢江委员长的关心。说实话，润之，你的安全我是时时刻刻都在操心的。李少石的事情一出，各国纷纷打来电报，都在责备我的安全措施不够。你在陵园安全些。恩来，既然蒋委员长盛情，那我们就恭敬不如从命喽。哈，润之真是痛快人呐。还是蒋委员长痛快。主席，你怎么会答应蒋介石住在这儿啊？我估计出了李少石的事，他的压力很大，我在外面住他也不放心。你就把蒋介石想得那么好啊？不是我把他想得好，而是我们住在这里，如果出了事，他无法向天下人交代。你们就放心睡觉吧。主席，你说的对，如果真出了事儿，他又负责任的。不过我们千万不能掉以轻心啊。今晚睡个好觉，明天我们就要回延安了。我再看一会儿书就睡。哎，主席。下，毛泽东可就中共问题就彻底解决了。中共的问题不是抓一两个人就可以解决的。那怎么办？放他走。放他走了。累了吧？我累。看你一脸的疲惫，还说不累呢。哎，累是累了点啊，但是心里高兴。不管怎么说，协议签了，
累得有成效也值呀。所以我才高兴呢。明天我跟着飞机送毛泽东回延安。你要送毛泽东？会不会有危险呀？我是军人，毛泽东是我接来的，当然应该由我张治中把毛泽东送回去。那你可千万要小心啊。放心吧。哎呀，我知道周恩来担心的是什么，他是担心飞机飞过胡宗南的防区。哼，我跟胡宗南的私交关系不错，他知道我在飞机上，总不能向我开炮吧？那你也一定要打电报告诉他呀。这么多新闻记者，消息早见报了，他能不知道啊？啊？既然明天要走，今天晚上就早点睡吧。好。总裁，您叫我。我想让你到机场去，给毛泽东先生送行。不是有文白送他吗？文白他不代表我呀，你作为我的私人代表去送他。我去为毛泽东送行，这不合适吧？有什么不合适啊？我是军政部长，现在是在和谈，由我们军人出面，这恐怕再合适不过了。来的时候是我的空军司令接，走的时候是我的军政部长送，都是军人嘛。为什么？谈判也谈了，协议也签了，但是中共的问题还没有得到彻底的解决。当然我们也不是一无所获，我们赢得了时间，我们的部队大部分已经调动，我们也得到了国际社会的理解，这就是我们的收获。所以说谈判还算是成功的。接下来嘛，恐怕就是要你与这位毛泽东先生打交道了，所以我派你去机场送一送你这位未来的对手吧。是。郭先生，你也来了。你好，你好。你好，你好。沈小姐，你们报纸这一次可要大篇幅的报道啊。那是肯定的，这次我们报纸啊一定会重点报道。黄先生来了。啊，哎，黄先生来了。黄先生，黄先生，哎呀，站着，站着，快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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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先生，毛先生，我代表蒋委员长前来为你送行，祝你一路平安。谢谢，谢谢各位朋友们，谢谢张治中将军、陈诚将军，谢谢大家了，辛苦了。昨天我们正式签署了协议，这说明只要我们时刻想着民众的利益，说话做事都从人民的利益出发，中国的问题就好解决了。中国今天只有一条路，就是和平、民主、团结，在和平、民主、团结的基础上实现统一。全国人民各党各派大家一致努力几十年，建设独立、自由、富强的新中国。一路平安，李老先生。谢谢。林芝啊，我期待着下一次的团聚啊。你日理万机，且要注意保重身体啊。好。
一路平安，王先生。一路平安，愿知先生保重啊！一路平安啊！毛先生保重啊！一路平安，一路平安。飞机起飞了吗？已经起飞了。那你在做什么？等待您的指示。飞机一个半小时之后会经过湖中南的风区。我看。你回来吧。现在看毛泽东这首词，是别有一番意思啊。惜秦皇汉，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毛泽东的心太大了。李白说，千里江陵一日还，不光说船走得快，还有他的心情在里面。你看我们坐的飞机比李白的船那可是快多了。毛先生，飞机已经过了胡宗南的防区。哦，这么说延安快到了。是啊，再有半个小时就到了。谢谢你啊，文白将军，你为和平奔走是有诚意的。何以见得呢？你把扫荡报改为和平日报，改得好。扫荡报是在江西围剿我们的时候办的，要改名字一定有很大的阻力啊，你都坚持改了。是啊，当初有很多人反对啊。你到重庆以后，又把康泽搞的关押政治犯的集中营给撤销了，这些都是不简单的事情。毛先生，想不到这些事情您都知道啊。你做过的好事我们当然不应该忘记。我在重庆也调查过，大家都说你在政治部和青年团都能做到民主领导，也不贪财，下属们都愿意接受你的领导，这很难得呀。你这是第二次到延安了吧？是的。我来的时候是你接的，回去的时候又是你送的，将来我们共产党的历史上也要记上你这一笔。
这次谈判是有收获的，国民党承认了和平团结的方针和人民的某些民主权利，承认了避免内战，两党和平合作，共同建设新中国，这些是达成了协议的。还有没有达成协议的？解放区的问题没有解决，军队的问题实际上也没有解决。今天大会以后，在座的有些同志要到各个解放区去。我们共产党人好比种子，人民好比土地，我们到了一个地方就要同那里的人民结合起来，在人民中间生根开花，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我们面前困难很多，不可忽视，我们和全体人民团结起来共同努力，一定能够排除万难，达到胜利的目的。听着王安军从内心呼喊出的声音，让我认识到毛泽东才是中国真正的领袖。这一刻，我似乎已经看到了蒋介石在大陆的结局。1946年6月26日，蒋介石撕毁重庆谈判签署的双十协定和后来签订的停战协定以及政协决议，以30万大军分四路对中原解放区发动大举围攻，从此开始了对解放区的全面进攻。中国共产党在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经过艰苦奋斗，打退了国民党的全面进攻。蒋介石对解放区的全面进攻失败后，1947年3月又发动了对山东和陕北解放区的重点进攻，最后仍然以失败告终。接着经过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基本确定了蒋介石败局。一将胜勇，追求后不可沽名，学霸王。毛泽东发动渡江战役，迅速占领南京。我中国人民解放军以4年时间打败了蒋介石，解放了全中国。毛泽东在重庆的岁月，这些党外朋友为毛泽东同志的雄才伟略、大智大勇所感叹，也越发感到了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的道理。
历史选择了中国共产党，历史也选择了与中国共产党风雨同舟的民主党派。